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金仔，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施建元。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呢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哦，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哦。我们之前在前期讲的时候呢，有讨论过哦，什么叫做需求线？需求线呢，就是在说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跟需求量的这个关系哦，这个需求量呢是指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这个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是在一年、一月或每天哦的这个范围内哦去计算的结果哦，去计算结果。那我们说呢，需求函数里面呢讲说各式各样的因素呢对这个需求量都有关系。那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单看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那就是需求线。那如果其他因素变动的话呢，我们在上一讲有讲过，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拉动需求线。那我们今天呢来讨论的是其他产品的价格呢是怎么样来拉动这个需求线，怎么样来对这个需求线造成影响。哦，根据其他产品的价格对需求量的对本产品的这个需求线的这个影响呢，是让我们可以去定义不同产品间的这个关系，可以定义呢两个产品之间呢是替代品的关系，还是互补品的关系，还是独立商品的关系。哦，我再重复一次哦，其他产品的价格在变动的时候呢，会影响你自己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线，会影响自己产品的这个需求线。我们说过吗？哦，需求线呢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哦，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跟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当其他条件变动的时候，你就会拉动需求线，你就会拉动需求线。那其他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候，你对需求线的这个影响呢？哦，可能会不一样，比如像其他产品的价格涨价了，哦，对你这个产品的这个，你对你自己产品的这个需求线呢，它可能是有正面的影响，可能有反面的影响，或是可能没有影响。根据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定义出你这个产品跟其他产品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替代品、互补品还是独立商品。哦，那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其他产品呢叫做 A 物品， A 物品的价格呢下降了，哦，那我们说根据需求法则，哦，A 物品的价格下降了， A 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吗？那 A 物品的需求量增加，那同时呢 A 物品的价格下降呢也导致 B 物品，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需求，哦，减少，哦，需求减少，也就是说 A 物品的价格下降呢导致你这个 B 物品的需求线呢向内移，哦，需求减少。那我们就说这两个产品呢是互为替代品，哦，比如像你去想象说你今天如果画出一条这个饭团的需求线，哦，饭团需求线是其他产品不变，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饭团的价格跟饭团的这个需求量呢有反向的变动关系啊，结果今天呢这个三明治的价格下降了，三明治的价格下降以后呢，哦，很多本来吃饭团的人呢会跑去买什么，我刚刚讲三明治的价格下降嘛，会跑去买三明治，哦，会跑去买三明治，结果呢就是这整条关系式呢都会内移，哦，内移。那我们就说呢这个饭团呢跟这个三明治呢之间呢是互为替代品的关系，哦，互为替代品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什么呢？A 物品的价格下降了，那根据需求法则 A 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那同样的 A 物品下降了，欸，导致 B 物品的需求增加了，哦，B 物品的需求增加了，哦，那我们就说呢这两种商品呢 A 跟 B 呢这两个商品之间呢他们是互为互补品，哦，互为互补品什么意思？你吃饭团的时候要不要喝饮料？哦，我相信大多数人喝吃饭团的时候都会喝，想要喝红茶，然后尤其是古早味红茶，然后甜的古早味红茶，然后啊，所以今天假设说你这个买饭团的时候呢，是单独买饭团，红茶是去另外一间店买，哦，或者说你是去 Seven 买。那如果今天呢，饭团的价格下跌了，哦，那饭团的价格下跌会不会增加你去买这个红茶的意愿？哦 ，maybe 会啦，因为饭团价格下跌了，啊，就你就多买什么？多买这个饭团。那给定原来的价格，红茶价格如果不变的情况下呢，你今天卖红茶就会发现，哎，怎么买红茶的人就变多了，哦，买红茶就变多了。同样的，如果红茶的价格下跌了，红茶的价格下跌了，可能哎本来买红茶的人就多啦，就会变多啊，就是红茶价格下跌需求法则嘛，买红茶的人就会变多了。那买红茶人变多，可能早餐你本来有些人是只买红茶，后来想说，哎，我多买了红茶，那会不会有人就说觉得，哎，干脆我
我也跑来买饭团，我也跑来买饭团，所以饭团的需求就会增加。这时候呢，这个饭团的需求线呢就会向外移动，红茶的价格下跌，然后古早味红茶的价格下跌，导致饭团的需求线呢外移。那我们就说这两种产品呢是互为互补品。那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呢，是 A 跟商品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哦，比如说你今天说电视的价格下跌了，会不会增加饭团的需求？会不会增加红茶的需求？哦，不会哦，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就说这两种商品之间呢是独立商品哦，这两种商品之间是独立商品。哦，我们有说哦，通常呢一般有个俗语这样说了哦，在政治上呢哦，你决定分辨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商场上呢哦，其实也是一样了，分辨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两种产品之间呢，究竟是替代品、互补品还是独立产品呢？对你判断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分辨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哦。比如像说哦，这个高铁跟飞机哦，为什么会把飞机摆在一起呢？哦，我记得这个台湾高铁在2006年的时候呢，哦开始开通。那在台湾高铁开通以前呢，哦，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啊，台湾高铁开通了以后呢，台铁一定会死哦，一定会打到台铁哦，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想说啊，高铁跟台铁两个都有铁字嘛，哦，啊，所以都是铁道运输啊，所以就想说高铁开通了，高雄到台北哦的这个运输服务，那可能就会打到台铁，那所以台铁一定会很惨呢，啊。就后来发现，哎，很像死的不是台铁哦，死的是什么？北高客运啊，不是北高客运，北高的这个航线啊，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比如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如果我要从高雄到台北，很多时候都是坐飞机啊，尤其是当兵的时候嘛，当兵的时候放假只有两三天啊，啊你会非常想省时间的，啊，女朋友在台北，所以每次放假完以后呢，当然不可能一个月每次放假都去啊，那非常恐怖的，然后每次放假可能一个月会飞这么个一次，然后非常可怜的，啊，阿兵哥没多少钱，可能因为女朋友在台北，所以只好每个月去飞，然后啊。时间宝贵，你不可能坐国道客运站慢慢蹲，然后所以就只好眼吃某粮借钱坐飞机去台北，然后哦，那时候我记得在台湾，在这个台湾高铁开通以前的北高的航线呢，北高的这个通运输服务呢，主要其实是客运，主要其实是这个飞机哦。那时候小港机场飞松山机场，这个每天的航班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那竞争当然有一阵子呢，那个进来做这个生意的航空公司非常多，竞争很激烈，到甚至以前曾经有喊过那个高雄飞台北的这个机票只要七八百块钱啊一张哦，非常非常便宜哦。不过 anyway 就是竞争很激烈啊，可是你也知道这个量非常的多啊。高铁开通以后呢，现在请问你还有看到高雄飞台北的那个飞机吗？已经没有这条航线了哦，没有这条航线了哦，所以其实对高铁来说，高铁真正替代掉的是谁？飞机啊，在台湾来说、哦，所以如果你知道谁是替代品，谁是互补品，尤其在这个例子里面呢，知道谁是替代品，知道高铁会真正替代掉谁啊？如果你是股市的投资大众，哎，你是不是能够未卜先知？你是不是能够预先知道说你应该开始手上如果有这些航空公司的股票的话呢，是不是要开始事前先出脱？那高铁跟这个飞机哈，这个飞行航线之间的这个替代性的强度怎么样呢？我们在等到这个替代弹性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说。可是呢，我会跟大家说哦，在这个欧洲国家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之间的，比如像巴黎到伦敦、巴黎到柏林，他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交通方式的选择。然后不只是高铁、铁路哦，高铁一般的铁路哦，客运。其实还有飞机哦，那他们其实都有算一堆各式各样，就是说高铁跟这个航空公司航线之间的替代性是多强哦，他们其实有去算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是懂经济学的人，那你可能在这个高铁开通前，你可以把那个怎么样，把那个资料先翻开来看过一遍 ，maybe 你会知道说高铁真的会替代掉谁，你可能不会担心台铁，你可能反而比较会担心这个飞机哦。不过话说回来，高铁跟台铁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些替代性啦。哦，高铁呢跟这个台铁高雄到台北的这条服务呢，其实还是有些替代性，他们还是替代性。可是为什么台铁没有死掉，或者没有受到像航空公司那样大冲击？航空公司的冲击就很大，冲击到说现在这个航线整个都没有啦，很多航空公司也都因为这个样子就倒闭啦。
可是台铁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台铁跟高铁的关系呢，不见得完全都是替代品的关系。好，我们在前期讲有稍微讲到一点点。好，台铁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它不只是高雄到台北、台中到台北，高铁开通台中到台北、高雄到台北，显然会打到台铁高雄到台北、台中到台北的这个服务。可是台铁一样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服务，比如他们有高雄到屏东，哦，高雄到台南，哦，还有很多，比如像说台中到彰化，哦，台中到苗栗，台北到宜兰，台北到花莲，这样各式各样的服务。那就这些服务来说呢，比如像说在台铁的这个台北到宜兰、台北到花莲、台高雄到屏东这些服务呢，跟高铁呢，他们就不是完全的替代品啊，他们比较接近呢，我们下面会讲到的互补品的关系。哦，他们其实会比较接近互补品的关系啊。为什么？你想想看，一个屏东到台北的人，如果今天高雄到台北这条高铁的这条服务的这个票价下跌了，哦，他可能每个月本来固定都要去台北一次，因为高雄到台北的这个高铁票呢降价了，导致说他可能本来从买一次到变成买两次，那台铁会不会赚到？会啊，他会赚到啊，他可能就本来屏东到高雄他搭个一次，现在就变成多了两次啊，所以你就看得到台铁屏东到高雄的服务跟高铁高雄到台北这个服务其实是互补。那同样你可能不只是讨论高雄到屏东啊，你可能讨论高雄到潮州，高雄到哪里，到枋山，哦，这些等等的这个路线，他们可能之间是互补品。所以台铁跟高铁的关系呢，其实在跟他说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们其实不只是竞争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合作的关系，哦，所以比较复杂一点啊，哦，比较复杂一点，哦，比较复杂一点。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还有其他互补品的实例，哦，比如像说有个非常有名的互补品的实例是什么呢？App 跟智慧型手机，哦 ，App 跟智慧型手机，哦，大家都知道贾伯斯，哦，是行销大师，哦，行销大师，哦，他呢成功把这个什么苹果电脑创造出的这个新产品，哦，这个 iPad 啊，哦，或者 Smartphone 啊，哦，推销给世人。那他当初他把这个东西推销给世人的时候呢，他其实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哦，非常非常多的方法，然后那所以这个大家都觉得他是行销大师嘛。比如像说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概念不是贾伯斯发明的啊，哦，最早最早以前在19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什么黑莓机这种东西嘛，哦，就有东西其实情况跟这个什么苹果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其实有些功能是类似的。那平板电脑呢，在苹果之前呢，其实还有宏基，他们也推出这个服务啊。可是为什么贾伯斯卖成功了？哦，当然是因为除了可能他懂得设计啊，东西弄得造型讨喜啊，大家喜欢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大量推广这个 App， 哦，也就是 APP。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买一台智慧型手机，上面这个机器是空机，然后没有智慧型，没有各种这个 APP， 可能顶多一样两样哦，比方说就一个愤怒鸟啊，你会买一台智慧型手机买玩愤怒鸟吗？你不会做这个事情哦，你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智慧型手机它会变得很热销，一定是跟它上面搭配各式各样的这个 APP。如果搭配 APP 越来越多，那自然越多人就会更有意愿去持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哦，就更有意愿持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啊。所以当初贾伯斯在推动这个智慧型，在提出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在推销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招就是什么？他大量去投资这个 APP 的这个公司，让 APP 呢变得非常便宜或甚至是免费。如果你买一条智慧型手机，你可以大量下载一大堆免费的 APP， 请问你会不会去买智慧型手机？会啊，你会去买智慧型手机吗？所以这就是互补品嘛。当 APP 的价格下跌或甚至到接近零元的时候呢，智慧型手机的这个销量呢，这个需求量呢，这个需求线呢，就会整个被向外拉动。哦，向外拉动，所以这个就是互补品的例子。所以贾伯斯非常清楚，在商场上呢 ，APP跟什么智慧型手机呢？这两者呢是朋友的关系，哦，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呢，在商场上呢，哦，也有一个情况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说，在商场上呢，你要认清楚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那最麻烦的一个情况呢，是通常是什么？错把朋友当敌人，或错把敌人当朋友。我们这边呢，就会讲一个例子，就是错把朋友当敌人。哦，除了 App 跟这个什么智慧型手机是互补品外的另外一个 case 是这个什么电脑游戏或是那个电动，哦，跟这个什么
电视游戏的这个主机之间呢，也是互补品哦，也是一个互补品。那这边呢，就有一个例子呢，错把朋友当敌人哦。这个例子呢，是任天堂的这个例子哦。大家知道任天堂呢，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推出任天堂这个机器呢，哦，卖得非常的好，然后卖得非常好。有一阵子呢，甚至游戏机呢，哦，大家就觉得这个任天堂就是游戏机的代名词哦，任天堂就是游戏机的代名词哦。那任天堂呢，在1996年的时候呢，出了一款机器叫做 M64 次世代主机哈。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叫这个叫次世代主机 M64 呢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机器，然后非常非常厉害的机器。然后我记得前几年我看过一个那个游戏主机的这个评比，他有说这个近十年来里面呢，哦，不是近十年来，这个就这个电视这个游戏机子出来以来呢，哈，十大游戏主机里面一个就是 M64。哦，所以 M64 是非常设计上非常好的一个机器啦，哦，那曾经呢还有一个那个都市传说啦，哦，不知道是真是假，哦，所以我们说都市传说有说呢，当初 M64 机器在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禁止日本出口 M64 到伊拉克。哦，为什么禁止日本出口 M64 到伊拉克？因为怕那个那时候伊拉克还是海山政权嘛，怕伊拉克的人呢把这个 M64 拆掉，拿里面的主机板去装到他们的飞毛腿飞弹上面，可以增加他们飞弹的准确度。哦，所以你知道 M64 是非常厉害的机器，可是呢，这么厉害的机器呢，它的销售量呢奇烂无比。哦，它的销售量奇烂无比，为什么？这牵扯到呢，它错把朋友当敌人呐，啊。哦，错把朋友当敌人呐，啊。哦，大家知道你买游戏机子来，你要干嘛？你不是只买一台游戏机子供在那边嘛？这样没有用啊！任天堂他们自己当然有出一些游戏啊，哦，马里奥系列的嘛。可是你买这个任天堂这个机器，哦 ，M64，你不是买来这个玩马里奥啊？你要来希望来玩更多更厉害的游戏吗？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这个叫做《Final Fantasy》哦，太空战士哦，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游戏？然后可能有听过这个游戏的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太空战士》呢，哦，《Final Fantasy》呢，这个是1990年代的时候非常著名的这个游戏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可是呢，你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勇者斗恶龙》。哦 ，maybe 你可能还是没听过啦，《勇者斗恶龙》。然后，可是《勇者斗恶龙》的这个相关产品呢，有个产品，这可能大家就听过，这个叫做那个什么，这个叫做《老皮的故事》。哦，这个有个卡通，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叫做探险活宝，哎，这个叫探险活宝，这个里面有个黄色的这个叫做老皮嘛，哦，老皮，哦，老皮的这只狗，哦，很有趣的这个故事，哦，可能大家都看过，哦，因为现在常陪小朋友看这个卡通，所以我也知道这个卡通了。这个卡通呢，哦，探险活宝，哦，如果你去那个什么什么统一梦时代啊，或各自他们常常有探险活宝办一些奇怪的展览骗小朋友在卖东西的，然后那你可能知道这个探险活宝这个卡通，探险活宝这个卡通里面有个主角没事不是背支剑吗？啊，当自己是勇者啊，要去砍这个什么砍这个恶龙，就是在酷手这个游戏的哦，就在酷手这个游戏的哈，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就是勇者斗恶龙嘛。那勇者斗恶龙这个游戏呢，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他其实跟 Final Fantasy 呢是一开始的时候，人家当他是势均力敌的游戏。然后不过现在我刚刚说，现在差不多很多人都遗忘掉他了啦，因为这个游戏其实跟 Final Fantasy 就是那个这个什么，跟这个太空战士这个游戏呢，哦，比起来，其实在不止在画面啊，在故事上呢，都还是弱一些啦，所以现在比较少人忘记这个。比较少人记得这个游戏，大多数人都忘记这个游戏了，哦，Final Fantasy 可能大家还听过。Final Fantasy 是199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个游戏，它是一间公司，这个叫做史克威尔哦，史克威尔这间公司，它现在这间公司也不见了，是史克威尔这间公司所发展出来的。那当初呢，任天堂在推出这个 M64 的时候呢，他就犯了一个错误，错把这个史克威尔这间公司呢当成他们的敌人。哦，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哦，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史克威尔这间公司呢，哦，他们呢长期跟任天堂有合作，然后任天堂以前出了机器呢，史克威尔的游戏全部都支持他，哦，全部都支持他。然后呢，不过呢，史克威尔应该卖得很好，他就想要建立起他自己的销售管道，哦，他想要建立起他自己的销售管道。那任天堂呢，他们虽然在做机器很厉害，可是他们其实business不大行啊，哦，他们business不大行啊。然后他们就看到史克威尔要建立自己的销售管道，因为以前史克威尔的游戏都必须搭着任天堂自己的销售管道出去卖，他呢。这个样子呢，觉得史克威尔要建立自己的销售管道，要自己 promote 自己的这个游戏产品，莫名其妙他们就觉得不爽，哦，他就觉得你是这个小老弟，你怎么可以卖游戏呢？不透过我要自己透，要由你们去卖，哦，所以他们就不爽，不爽他就开始打压史克威尔，哦，他就打压史克威尔，
啊，史克威尔也不是平白无故被打压的啊。那个时候呢，除了这个任天堂在做这个游戏机子以外呢，另外一间很大的公司呢，哎，对这个市场呢，也觉得很有兴趣，他们也想要进来。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 Sony。哦，Sony 在任天堂出 M64 的时候，他们出了 PlayStation 这个机器出来。哦，PlayStation 出这个机器出来，所以史克威尔呢就觉得说，你这个任天堂打压我，我以前因为我的这个游戏帮你促进了你的销售量，你现在打压我，现在刚好 Sony 出来，他们在后来呢，在1996年的时候就决裂了。哦，史克威尔的话，他就说我的所有的游戏呢不支援你 M64，我去支援这个 Sony 的 PlayStation。哦，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任天堂呢，在推出这个次世代主机的时候呢，哦，M64 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机器呢被评比为哦，在设计上哦，在性能上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因为缺少了史克威尔这个 Final Fantasy 的这一系列的游戏的资源呢，销售量就凄凉无比。想想看，你会买一个那么强的机器来，那还马里奥赛车吗？不会啊，你不会买这个机器来玩超级马里奥嘛？你不会来玩这个东西啊？你要玩这个 Final Fantasy 这种等级的游戏啊！啊，所以因为史克威尔不支援它，所以这个次世代主机就卖得非常不好。然后啊，史克威尔呢，后来他们的游戏呢就开始支援 Sony。哦，所以这个就是错把朋友当敌人的故事啦，最后导致了这个销售非常好了。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史克威尔看起来像在这一局呢赢了，哦，不过史克威尔呢后来呢的这个什么公司的成长呢，好像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犯了一个大错哦，他们拍了一部片叫做《太空战士十》的片子哦，这部片呢拍得非常的好，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呢，就觉得这部片这个构想概念都非常不错。可是呢，这部片的销售奇烂无比，为什么呢？因为概念太过超前，概念太过超前，市场上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在这部片上赔了非常多的钱，赔了非常多的钱以后呢，他们就跟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Enix 合并。Enix 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制造《勇者斗恶龙》的公司。这个《勇者斗恶龙》这间公司呢，虽然他们做《勇者斗恶龙》这个游戏呢，并没有像《Final Fantasy》这个《太空战士》这个游戏那么好，可是 Enix 的这个老板呢，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一个人。所以呢，当史克威尔后来呢，他们在《太空战士》时的这个销售失败，哦，这个电影拍摄赔了很多钱，然后高公司碰到财务问题呢，Amnix 就出来了。啊，最后呢就跟史克威尔合并。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你现在已经看不到史克威尔这间公司了，你现在看到的是史克威尔 Amnix 这间公司，啊，是 Amnix 去合并史克威尔这间公司。啊，Amnix 这间公司呢，它之所以厉害呢，不只是它做游戏厉害，它游戏当然也不错了，可是跟史克威尔的游戏比起来，当然还是差一截。可是它在 business 上厉害。哦，这个老板呢是做 business 非常厉害的人。哦，任天堂、史克威尔都是东西做得好哦，可是，在 business 上面的能力呢还是差一点呢、啊。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哦，学习做生意还是很重要的啦。然、哦、后不止东西要做得好，学习做生意也非常重要。哦，啊，尤其在这边我们在讲说，你不要把朋友当成敌人。哦，这边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讲说错把朋友当敌人。所以任天堂呢，在这个机器上面犯了一个很大错，就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哦，辨别在商场上辨别哪些商品是你的替代品，哪些商品是你的互补品，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边呢是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那我希望这样的讲解呢，能够让大家对这个整个市场呢，对需求呢，哦，有更深的一个概念。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